一甜吃。谁不爱爸爸妈妈？我的家给我温暖，我的家父养我长大。静不下来，来，让我们做第二种运动。好不好？哎呀，不行啊，再来。眼睛能看得到自己的两条腿，这两条腿却没有感觉。我希望它能好得快一点。可是光这样子练也是不行的，还是要到复健中心接受物理治疗的。管他什么治疗，能活动就好了嘛。这医生说过，要经常刺激，才有恢复神经功能的希望。说咱们接着来。哎，爸，去接受物理治疗好不好嘛？那又得花钱嘛。你姐姐已经够累的了，我不能再增加她的负担了。哎，爸，我现在是实习护士，不久我就可以毕业考正式护士嘞。等我当了正式护士以后啊，我就会有比较好一点的收入。哎，爸，到那个时候啊，我就对家里有帮助嘞。不过要等好久。你的孝心呢，我很了解。像你这种年纪啊，正是应该不知道天高地厚，每天过得快快乐乐的才对。哎，虽然我这两条腿站不起来，可是我还是这个家里的一份子，应该全由我来负担才对。可是现在这个担子全落到你大姐的身上了。爸，爸，你永远是我们心中最慈祥的爸爸。若兰，来，让我们继续练习。糖果花店了，都是林经理送的，他本来还要送我名表首饰，都被我拒绝了。宝兰，我看姓林的对你不怀好意。放心，他是个正人君子。哦，那你说说看，他对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？
他说，他就是喜欢我啊，跟我有缘，喜欢看见我笑，喜欢听我的声音，我们两个是纯友谊的朋友。哼，这男女之间根本不可能有纯友谊的。我看你最近好像有点心动了。阿月，心动是件很坏的事吗？将来苦的是你，吃亏的也是你。我已经吃过这种苦果了，我看你啊，还是寻安乐马吧。好吧，好吧，我听你的。哎，你要去哪里？今天是我发薪水的日子，我得把钱拿回家去啊。还有，把这些消不掉的东西带回去给我弟弟妹妹。哎呦，我看你还是少带一点吧，带多了你又要想好多理由来说谎。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这点呢？我还得给我爸爸买点补品，不过我真怕我爸爸看到了我会训我，他会叫我搬回家去住。其实你是该搬回家住的。我不能搬回去，你要知道搬回去容易，可是我再要搬出来就困难了。那我走了，再见。你是返老还童啊？这么大年纪了还玩小孩游戏？哎，我也没出生，你怎么知道是我？除了你还会有谁呢？怎么，今天什么事情那么高兴啊？我们的生意蒸蒸日上，这个订单接不完呢，根本就忙不完呢。我刚刚又接了两批订单。不要太劳累了，也不要太冒险，少赚一点，我们稳扎稳打。哎，不，现在是我们工业起飞的时代，哎，运气来了，门板都挡不住啊！哦，对了，我给你买了件礼物，你的生日快到了，这就是你的生日礼物。哦，美丽，这很贵，这不少钱吧？哎呀，这个就不要管了吧。谢谢。我替你带着。你看了没有啊？哎呀，我忙死了，哪有时间呢？哎，你要知道，看一次医生挂了号，起码要等三个小时才看，五分钟就看完了。我自己身体自己知道了，你看我满脸红光，身体强壮，还会像有病的人吗？人到了中年，还是检查一下的好。过了年去，过了年我一定去检查啊。本丽，你是支持我们家的柱子，你这根柱子是不能倒的。说话也没用过这种态度，那你要用我用什么态度？哎呀，你不过是腿受了点伤，有什么了不起的嘛？摆出一副世界末日的样子给谁看啊？你是在讥笑我啊？去，我就是看扁你，
你再也不能在运动场上出风头了。你是用激将法是不是？好嘛，我不跟你吵，反正我吵不过你。等哪天练好了再给你看。对了，这才是我们家里最勇敢的桂兰呢。哎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啊，这个恋爱不受年龄的限制，你觉得这句话有没有道理？你问我这干什么？我又不懂，我没谈过恋爱。你自己懂的嘛，你干嘛要问我？哎呀，这哲学教授不一定是哲学家，你说说看嘛，乱说也无妨。哎，我不会说嘛，你整天在电影院里面泡，回家就抱着爱情小说在读，你比我懂得多了，你为什么不自己说呢？可是我也没真正谈过恋爱呀。不过我在想啊，这恋爱的对象挑选起来还真难，年轻的既幼稚又没钱，年纪大的虽然是修养好钱多，可是什么都不会玩，乏味。那你说要什么样年龄的男人才好呢？在我的想象中应该是30岁的中年人，有钱，会玩，又懂得女孩的心理，脾气也好，由于年龄的差距不会吵架，对，这就是最佳的人选。什么？哎，你不会堕入中年男人的情网了吧？目前尚在理论研究的阶段。二姐，你自己要当心啊，不要谈恋爱谈昏了头，什么都不管了。爸爸身体不好，家里还有很多困难啊。恋爱一来，城墙都挡不住。我要是哪一天谈了恋爱，一定是轰轰烈烈。我讨厌那种温吞水。你去轰轰烈烈好了，就留我一个人在这凄凄惨惨吧。二姐，三姐，快来啊！走。爸爸，有个好消息，我跟你讲啊。佳明。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，这么沉不住气，大呼小叫。哎，好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说啊。爸爸，大姐啊，今天领薪水了，那除了薪水之外啊，还有奖金哎。那你的呢？我不过是一点小意思了，不过是一点加班费，还有攻读奖学金，加起来也没有多少嘛。小意思，小意思。爸爸很高兴啊！哎，爸爸，还有哎，大姐，你快点说嘛，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讲。爸爸，其实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最近我们存了一笔钱，在银行给您开了个户头。这是您的存折，从今天开始您可以到医院去接受物理治疗。哇，好棒啊，万岁啊！哎，爸，你应该高兴才对啊，你怎么哭了嘞？今天玩得还开心吗？当然开心了，我在家里跟桂兰抬了半天的杠，心里怪不舒服的。我大姐又紧张兮兮的，什么事情都喜欢追根究底，真受不了她。还是跟你出来开心。宝兰，你不会是在骗我？我自己知道，我做生意还做得不错，但是做人并不成功。自从认识你之后，我才了解，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凄惨。算了吧，我还能改变别人的人生观，这话说给谁听，谁都不会相信。我相信在你的人生观中间找不出忧虑两个字。可
可是我在家里却是最会烦人的。我真的有点不大相信。我很少有这段无忧无虑的时光，好像我又回到童年的时候一样。你别逗着我玩了，没想到你除了样样都有一手之外，你还这么会说话。我是说正经的。干嘛那么严肃呢？有些事情我还是觉得比较严肃一点好。一个人要是太严肃了，就会自寻烦恼的。好了，你还年轻，你不了解，在人生道路上有很多烦恼。有烦恼，为什么不把它忘掉呢？难道你非从箱子里把它挖出来吗？你整天不停地想，难道你就会不烦恼了吗？所以我说，在你的人生观中间找不到烦恼两个字，无忧无虑，令人羡慕。你要是羡慕我，你就学我。我不喜欢问别人烦心的事情，不过对你是例外。你说说看，你有什么烦恼的事情？说啊，怎么又不说了呢？我就知道，烦恼是自己找的，真让你说，你又说不出了。今天谢谢你对我的开导。别这么说，什么开导不开导的，只要开心就好了。从现在起可不许再自寻烦恼了。哎，我得回去了。那我送你回去。别送我了，那多麻烦。再说我跟你来往，目前还不想让我家里知道。那我走了，再见。再见。自寻烦恼呢，哎，宝兰，大姐，你刚才跟谁说话？是我一个人在自言自语，吵着你了。宝兰，不要这种态度跟我说话，我已经等你半天了。我想跟你谈一下，最近干嘛老是躲着我？那是因为你逮着我就训我，我这都是为你好啊。宝兰，告诉我，你是怎么认识那些商人的？商人有什么不好？商人头脑都是第一流的。大姐，你要是知道赚钱有多难，你就不会小看商人了。再说，你能认识周光言，我就不能认识别人吗？你不能拿光言来跟他们比啊。好，不提你的周光言，我认识几个人也没碍着你吧。他们真是你的朋友吗？宝兰，你说这种话实在令人难以相信，他们对你的那种态度我可是亲眼看见。他们怎么对我了？你说说看，什么地方让你受不了了？宝兰，我是怕你受不了。你难道一点感觉都没有？你成天陪他们喝酒聊天接待客户，这等于是花瓶吗？大姐，你错了，那叫应酬。可怕的就是这些应酬。应酬是有报酬的，报酬的意思就是收入，有了收入就能解决很多的问题。大姐，这你不懂啊。同样的也会增加很多问题，你懂不懂？会有什么问题？你说说看。我不是跟你吵架，家里人都睡了。好，我告诉你，你这样下去会有什么问题？你成天这样跟他们吃喝玩乐，总有一天你会堕落下去的。堕落？大爷，再堕落也不就是吃喝玩乐，有什么了不得的？再说家里人都知道我常于此道。好嘞，
这要是从前，你要是再小一点，我就会揍你一顿。好，这件事情现在只有我知道，我没有告诉任何人。我只希望你不要再让爸爸受一次打击。哎呀，三更半夜你还在说什么嘛？吵死人了！刚才我跟苗姐说的话，你听见了？爸，我什么都听见了。好了，这下得了了。我都不在乎，你还紧张。不过也好，你可以让小蜜说说看，我当女秘书有什么不好？哎，我真搞不懂你们为什么要吵啊。好了，好吧，我的话说到这为止，你自己好好想一想。如果你不打算让我伤心，不打算让爸爸再受一次打击，你最好赶快离开他们，回到家来。最近为了你的事，我担心的晚上也睡不着。既然你自己都这么不在乎，我也没什么好说的。总之我是已经提醒过你。好了，你们俩也早点睡吧。我什么也没听见，不过是说着玩的。奇怪啊，当女秘书也没什么不好嘛，大姐为什么要生那么大的气呢？大姐太紧张了，她总以为我会随波逐流变坏了。其实我有我自己的打算。哎，那你就应该把你的打算跟大姐说啊，你不要老是惹她生气嘛。我讨厌人家把什么事情都往坏处想，她爱烦恼就让她去烦恼好。人家大姐都是为你好，你最没良心了。哎，小妹，告诉你也没关系。其实我已经不想当那个女秘书了，我要改行。初步的计划是经营一个现代化的餐厅。哇，那得花多少钱啊？二姐，你钱从哪来啊？而且我们家现在……哎呀，这当然是有人投资嘛。哎，告诉你啊，我认识了一个人，他很有钱，又很会玩。这个人很有趣，告诉你他的故事好不好？哦，我不要听，我要睡下去了。像个家，有谁相信我是结了婚成家的人？晚清晚婚都睡了，孩子刚才睡在客厅里，差点冻着，我已经把他们带到屋里去了。带到屋里去就是了嘛。有什么好嚷嚷的？乱七八糟，这像不像个家嘛？文德，我实在是太累了，你就将就点睡吧。我已经把清理的工作包给清洁公司做了，他们会按时间来清理的，请不到佣人有什么办法吗？什么事情都包出去，那我请问你，你自己还有没事情做呢？怎么会没有啊？我的事情多着呢。我跟你说，今天啊又有两家医院来请我，他们对我倒是相当礼遇。平时我不用到医院去，有重要手术的时候我才过去看一下，而且待遇还很高啊。你的待遇已经很高了，你的收入也不少了。知道，我倒并不在乎收入。你想的，当你把病人身上的痛苦减轻，把他们从死亡的边缘救回来，那种感觉远远超过金钱的报酬。感觉，你只知道病人的感觉，那你有没有知道家里人是什么感觉呢？家里人怎么了？
家里人不是好好的吗？是好好的，我太太每天给我吃的是最丰富的营养自助餐，我一回家以后看到是满屋子堆得那么充实，哼，孩子睡在沙发上也不会动到，也不会生病，这充分表示他们有最好的抵抗力。我应该高兴，我还有什么好埋怨的？我应该兴高采烈才对啊。好了好了，我没有时间跟你吵架了。太太，我不是跟你吵架，我只想提醒你，这是你的家，他们是你的子女，也是你的丈夫，我希望你把你的心多多少少放一点在你的家里面。有很多事情不是包给经纪公司可以代理的。家实在需要检讨啊。好了好了，要检讨啊，等到明天天亮再说吧。哎呀，我实在是累死了，你就是让我休息嘛。你睡得着吗？哎，睡眠是根据需要而定的，充分的睡眠就是为了第二天忙碌的工作。你能不能少做一点工作，把你宝贵的时间挪一点出来给你的子女，给你的丈夫，他们需要你的关怀。文德，孩子可以请家庭教师啊，而且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你并不需要别人来照顾你吧。可是我需要爱啊。我并没有说不爱你啊。我们几天难得见一次面，见了面以后，你不是已经累得不成人形，倒在床上就想睡觉？我们连讲几句提起话的时间都没有，这叫做爱吗？你未免要把爱看得太轻描淡写了。哎呀，文德，好了好了，你就不要再跟我胡缠了，好不好嘛？哎，太太，我发誓，我不希望在你面前发脾气。我们应该心平气和地谈一谈。阿姨，感情是需要培养的，它不会平白无故的从天上掉下来。阿姨，好了，文德，你就饶了我吧，我今天实在是太累了，你需要培养感情，以后有的是机会。我要睡了了。睡不着，你要看书啊，你就到书房里去看，自己泡杯茶啊。我不看了，可以吧？现在出去跑步，否则的话，月，财月，你再不开门，我真要走了。你走好了，走到他家奶奶去。我不认识这个没有良心的东西。你不是已经走了吗？彩云，我觉得我们之间误会很大。
不要听我解释啊。误会，是谁造成的误会啊？哼，你的保密功夫可真到家啊！我是一点都不晓得内情。我发誓，我跟康佳兰之间绝对没有任何事情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相信你？不必了。哼，我宁可相信他弟弟，他的态度已经表明了一切了。事到临头还死不认账。认账？我要是真欠账的话，我还钱就是了。可是，你欠的是情债是不是？你一样可以去还呢。彩玉，我并不欠康佳兰任何情债，相反的，我觉得我倒是亏欠你不少。我还真不知道怎么样来偿还你。想报答是不是？那很简单呢，找你们家小舅子来跟我说。要不是他的话，我可真被你骗了。彩玉，你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能相信我？你晓不晓得我这几天是怎么过的？我吃不好，睡不好的。你不相信？你看我的眼睛到现在还是血丝满布的，红红的，你看看。我老早就跟你说过，我曾经有一段不愉快的过去，就因为有前车之鉴，所以我真的不能忍受你另外有女人。我以前也不是什么好孩子，倒是康老伯曾经帮助我。所以你应该感恩图报是不是？可以啊，你去吗？不，我没有过这种想法，因为我觉得感情跟同情是完全是两回事情，我跟佳兰之间没有什么。可是，我却认为，同情会产生感情。不，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子，我不需要任何人同情我，我要自己站起来。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，我不可能有第二个女孩子，你，是我第一个女孩子，也永远只会有你一个人。光年，你说的是真的？我发誓，如果这里面有半句假话，我可以。好，不要说了，我就再相信你一次。可是以后再也不能再有这种事情发生了。你要知道，一个女人是要活在别人的关爱里才有意义。过去那段日子，我真是过怕。彩玉，你放心，今后我一定每一秒钟都陪在你身边，不会让你有任何寂寞的感觉。嗯，如果有一天你要背叛我，我会毁了你。彩玉，那我们就结婚吧。你这是向我求婚？那要等我爸妈同意才行啊。那我们现在就去找伯父伯母好好的商量商量。嗯，快，我去拿个皮包。被子，求你说这么肉麻。我说真的哦，你到现在还不相信我？相信相信。哎，对了，待会儿我请你到我们学校吃自助餐。我们学校自助餐啊，不但便宜，而且又好吃。张兰，我觉得这段日子你跟我在一起，受了不少委屈，整天不是请你吃自助餐，就是到小摊子上去吃面。我发誓，有一天我一定要带你进最豪华的大饭店里面去吃一顿最丰富的大菜。算了，我不稀罕那个。可是那也是我奋斗的目标啊。王爷，你的事情我已经跟我爸爸说了，我爸爸说他会给你安排的。
最近我爸爸的工厂业务蒸蒸日上，他也需要增加人手。官爷，我相信以你的能力，一定可以胜任愉快的。那你呢？我吗？我不能放弃我的音乐，音乐就是我的生命，我要终身为它工作、练琴、开演奏会，我觉得越平凡越好。我的想法跟你不太一样。如果有一天呢，我取代了老伯的地位，我一定要吸收大量的外来资金，扩建厂房，引进新的技术，建立关系企业。到那个时候啊，你就难得有时间跟我在一块儿了。不会，我有把握应付一切的事情，按部就班的，一步一步的把每一件事情控制在我之下。不过我需要有一个温暖的家做我的后盾。佳兰，你能给我吗？你真是对我太好了。没有，我在想我们的未来，将来。你呀，别想得太美，谁想到将来会不会嫁给你？彩云，你不要折磨我了，好不好？赶快答应我，你叫我安下心来。怎么答应你嘛？也要等问过我爸妈才知道啊。好，对，走吧。走。彩云，我们那个公司怎么样？哎呀，我都替你安排好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客人做了定位，你在这订婚，你准备一首曲子，到时候用上。哦，经理，曲子都是现成的。客人是很有声望的，要准备一下。那我就穿在外套。好。座位已经准备好了。爸，这还不错啊，您装潢得很漂亮。服务态度也不错，对，尤其啊，这儿的音乐水准可是第一流的。哦，是啊，彩玉说的不错，他很会挑地方。不错不错，我很满意。坐、啊。不错，这比那个美国什么餐厅呢，要雅致多了啊。妈，你们想看，这儿的一切啊都很进步啊。是啊是啊，最近国内进步很快。周姐，关于你交给我的计划我都看过了，我非常满意。这几天我对你的这个观察呀，我深深的感觉到，你很有冲力，而且这个精力盛旺，尤其对于这个创业的决心，坚定不移，这是一个这个企业家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。光爷，是，谢谢老伯夸奖。谢谢。光爷，怎么搞的嘛？好好听我爸讲话嘛。周姐，你这个计划我同意。是，谢谢，这都是彩玉的计划，彩玉的计划。光爷，年轻人不要这么客气，咱们都是快一家人了。哎，可是你知道不知道，彩玉的眼光不错。他不但对这件事，对任何事的眼光啊，都是第一流的呢。这个我知道，知道就好。那你看该怎么谢我呀？彩云呀，你看你，就是好胜心太重，太好强了。我不是一再的告诉你吗？这个柔能够克刚的道理。所以你要好好的体会体会呀、啊。你是人越老越糊涂了啊！你是怎么了？彩玉跟你说的事情，你怎么一会儿功夫你全都忘了？周姐，这个事情我完全同意。不过呢，彩玉啊，从小是这个好胜惯了的，希望你呀、啊、要能够多忍耐忍耐啊。这个没有问题，我知道。哎呀，你可别这么说，彩玉呀、啊，哎呀，什么都可以了。哎，
官人，我告诉你讲，你可不能欺负我们彩玉啊！她是我啊唯一的一个女儿啊！知道知道知道，菜了。二哈，好好，哎，周先生，这个婚姻大事啊，是一辈子的事情。我相信你们两人也曾经考虑过了啊，而且也经过不少次的考验。今天我看这样好了，我就把彩玉交给你了啊，不必举行什么仪式，就算你们订婚啊，好不好？来，爸吃菜。啊啊，嗨，走进。啊。心嘛，我求求你，让我进去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周光衍为了达到他的所谓理想，不惜牺牲了许多年的爱情，转而追求人才。但见新人笑，哪闻旧人哭。周光衍能够忍受得了内心的愧疚吗？康佳兰能够度过情感上的难关吗？请继续收看《无爱无情》。